我的房车小院儿，今天两个新邻居来了一通忙活。女生爱干嘛？女生就是爱自拍。看看，拍吧。我去，你们买了多少东西啊？这是，很美了，再拍都拍丑了。你们里面收拾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我可以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，进去。好嘞，我看一下啊，带大家看看女生的房车，女生的闺房啊。我去，哇，这个跟我之前那个我用的时候真的是大不一样了，这也太，太温馨了，挺好。啊，这里还有个小花，星星月亮。这里还放了一个小挂带，啊，这应该是他们的卧室了。谁睡上面呢？上面谁睡呀？萌萌睡上面，我睡下面呢。哦，你个子高一点，所以睡下面啊。他好往上爬一些哈。哇，你们这四件套买的也真的是卡哇伊，我去，这萌萌也太萌了。可以，真的是少女啊。无敌美少女房车，你们这应该叫，不该叫那个什么，不该叫女孩，那个女孩游啊，女孩房车游记啊，对，你们是叫女孩房车游记是吧？是的。不该叫女孩房车游记，你们这应该叫少女房车游记。哇，看看，多温馨呐！接着拍吧，去转转。哇，撞到个美女啊！拍完了。我这是拿了啥脏东西？哦，快去洗洗，那边可以洗啊。哎呦我去，说话都这么嗲，受不了。哇，今天天气很好，下了几天雨了。这个地方，太阳下山的时候拍照是特别的漂亮，我特喜欢。今天天好，把抱枕拿出来也晒一下。干啥偷窥我呀？我就瞧瞧。你就瞧瞧啊。这回营地热闹了，这两个人叽叽喳喳的一天，哇，拍呀拍呀。哇，这个枣子开心，怎么还偷拍啊？我没偷拍，我在拍我营地啊，你看，顺便让你们出一下镜。有枣子了吗？很小的，那么一丢丢。一丢丢啊！好，我去看看。有枣子我都没看到。我看一下。哇，我还没看到呢。那里还有。我看看，来个，哦，这里。哦，可以吃的吗？应该不可以啊。不可以。哦，这是枣树啊！哇，结了好多枣子嘞。哦，真的是个枣树。这棵树就是枣树啊！我跟你讲，你看那个板栗树，好多。也结了吗？哦，是的呀。很多。看车上面就是板栗树，有没有没见过板栗的小伙伴？板栗树的小伙伴呢？板栗都见过的应该。看到没？这就是板栗树。这里就是板栗了，这长得很小啊。哦，那个树上树梢上多，看，那个树梢上都是。欣欣踩过板栗吗？踩过板栗吗？踩过。可以啊，你这边是不缺板栗的。干啥？你要拍我吗，萌萌？对呀。好，拍吧，把我拍的帅一点啊。哎，我的车里有点乱，都不好意思拍呀，乱七八糟的。这两个小女孩叽叽喳喳的，每天听着鸟叫就够叽叽喳喳了，以后要听他们两个叫了。参观了一下两个女孩的闺房，有什么感想呢？欢迎评论，欢迎关注小蜗牛在囧途，我是岛主，一直在路上，拜拜。